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在这施工实施前，我们会提前5天，给通过高德、百度，高速公路的情报板以及微博、微信等多种媒体，包括我们交通广播，对社会广泛发布，告知大家这个路况的信息。那么，同时也告知大家绕行的相关线路这个信息。施工实施以后，我们是增加了应急保障力量，在现场，我们高速公路交通交警和经营管理单位会加密驻点，做好现场的应急处置。但是同时呢，也提醒这个广大观众朋友，如果遇到一些小的碰擦事故导致的，那么请大家呢一定要快速快撤。那么真正的发生大面积的、长时间的、长距离的拥堵以后，我们还会启动远程强制分流，降低这个拥堵的进一步加剧情形。